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22号，星期三，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儿。这两天啊，我们杜马盖蒂啊，都成了这个菲律宾的政治中心了。怎么讲呢？这个月初啊，这个老杜啊，就是菲律宾的前总统，跑到我们杜马盖蒂啊，参加这个和平集会来了。虽然呢，老杜呢是前任总统啊，菲律宾的前任总统，但是他的人气儿是真的非常高啊。我看了一眼当时现场拍的视频，哎呀，就是他一出来呀、啊。周边的人啊都在给喊什么呀，喊 Father Diego 哈，就是他叫迭哥这个什么杜特尔特嘛，杜特尔特的姓哈，然后就底下的很多的人都这么喊他啊，也肯定是很崇敬他对吧，或爱戴他才会跟他喊 Father Diego 是吧，这个是非常的厉害的啊。然后结果呢，老杜刚走啊，这余温还在呢，这个小马也就是菲律宾现任总统的姐姐啊，伊美马克思啊，就坐飞机来了，然后呢，以这个参加我们东内俄罗斯省的这个国会大厦的这个名义啊，百年大厦的这个百年建成仪式的这个名义啊，来杜马盖蒂，然后呢，来秀了一波，还非常的巧啊。他那天来的时候住的是我们杜马盖蒂的亨瑞酒店，然后呢，那天呢，我正好在亨瑞那儿，看见他了。多大排场呢？其实没多大排场，大概也就几个军警吧。然后呢还有自己的保镖，反正呢瞅着一点个儿不是很高哈，因为保镖围在中间我也看不了太真真啊，然后就过去了。本以为呢这事儿就过去了，结果呢他姐刚走，小马自己又来杜马盖蒂来了，干嘛来呢？发福利啊，给这个2000多我们这边的那个农民啊发这个土地的土地证好像是啊，发放这个福利来了。这一波又一波的挺有意思。后来呢，我就跟这个我们周边的菲律宾人聊，我说怎么了？最近怎么杜马盖蒂都成菲律宾的这个政治中心了，是吧？大人物一波一波的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后来他们说，为什么呀？因为2025年，也就是明年的5月份，是菲律宾的这个中期大选啊，中期选举。现在呢，这个老杜他们家呢，这派政治势力呢，跟小马的这派政治势力呢，这个裂痕呢比较深啊，所以呢，现在提前一年。大家就开始造势哈、啊，造势来给自己呢拉票，啊，主要呢老杜呢在这个就是天主教会里面的能量比较大嘛，因为他一个人至少能扯个几千万票，所以呢其实小马他们这边呢对他还是比较忌惮的，所以老杜去哪儿，他们闻着风也跟着去哪儿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听完以后啊，觉得挺有意思啊，就让我回忆起我们小学的时候啊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那班长选举来了，怎么讲呢？比如说这个每一年哈、啊，这个反正怎么也得走走样子吧，是吧？这个班长是要重新选举的。那每年呢，我们这老班长呢，在选举前呢，都要跟这个我们这些周边的同学啊拉拉票啊，谈谈感情啊，聊聊天啊，说说事儿啊，就是如果他在当选上这班长啊，能给我们多谋一点，比如说班费啊，这个班费怎么花到实处啊，对吧？类似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他刚一走呢。他的竞争对手是吧，副班长就站出来啊，然后呢就赶紧的呢再给我们吹面风，说如果他当上就会干什么。而且呢你看当时老班长干的时候干哪些事儿呢，不得人心是吧，干的不好，我干的肯定会比他好，特别有意思。只要是老班长一过的地方呢，这个他的竞争对手呢，这个副班长呢一定也上来再吹面风啊，特别好玩。反正大家呢，心明眼亮是吧？这事儿呢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，你们爱吹就吹就好了，啊。然后呢，谁能多给我们俩棒棒糖，我们就把票给谁。等到真正的去这个选班长的时候呢，不是还是得看老师的意愿嘛，对吧？老师说了，虽然这副班长啊，今年这个票呢比这老班长呢，对吧？这个张同学比周同学呢，这票呢高出去了3票，但是呢。张同学呢没当过这个正班长，没有什么这个当班长的经验，还需要在副班长的任上呢历练历练哈、啊。所以今年呢，还是先由这个周同学继续当这个班长吧，对吧？就这么继续往下混，这么一走呢，这个到了小学毕业呢，这个以前的这个周同学呢，就老班长一直干到底了，对吧？这个副班长张同学呢，是吧，一直反对到底哈、啊，反对到小学毕业。剩下的班干部呢，对吧，也就混来混去。我们呢，给这些，对吧，班长什么的，见面敬礼呢，喊班长呢，喊到小学毕业，这也就凑合过来了。你说能有什么呀？谁能多一块少一块，对吧？顶多呢，就是说你这个
哎，这胳膊上背一道杠、两道杠、三道杠，可能家长在外边，哎，这个吹牛逼的价值可能会不一样，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呢，没什么卵用，是吧？就即便是当了班长，小升初的时候他也没加分啊，对吧？哎，反正呢，就是看这些菲律宾的政客来来去的，跟我们小学那班长选举似的，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当然了，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从老杜那个年代，就是他当选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儿嘛，然后经历过老杜当选的时候，菲律宾的这个整体的环境哈，对比小马现在在任的这个情况呢，肯定我们在菲的华人还是喜欢老杜的，对吧？还是希望下一届。啊，中期选举就甭说了，这个怎么着？因为他也不选总统嘛，中期选举是吧？小马还是小马，但是说下一届呢，很多菲律宾人也都说是就是老杜的闺女是吧？如果他能上来的话呢，希望呢他还能回到当年老杜啊对华人比较宽容的那个年代啊。得了，就跟大家扯到这儿吧，咱们再继续扯淡菲律宾的事儿。